些维护主角在伦敦塔上面想要搭那个直升机离开的时候呢，就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，突然间很多的乌鸦就出现了，冲向了那个直升机，结果直升机就坠落下来爆炸了。看来这一切的诅咒跟那个准备者说的一样，没有人能够成功的逃出这个地方的。过双岛就劝主角绝对不要放弃，他会另外来想办法来救他的。然后呢就离开了。当主角回到安全屋的时候，就发现那个发电机的燃料已经用完了，导致整个地区没有了电源。而这时准备者就叫主角去找一个叫做维克拉姆的人拿一些燃料回来。当主角去找到他的时候，就发现他有一个儿子和老婆，而这时他的老婆好像是被感染了，所以他就向主角提出了一个交易，如果他拿到燃料的话，就要去帮他的老婆找一个抗生素回来。那在没有办法之下，男主角就只好去那边找药了，要不然安全屋没有电源的话，就不能够上网，不能够玩 Facebook， 不能够玩 Instagram， 不能够上 YouTube 看影片的啦。哎呀伤脑筋哦。当主角拿了药想要回来给那个维克拉姆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通讯器就响了，有人在求救，有三个生还者在红砖岗的教堂里面被困住了。可是同样的准备者就叫主角不要去参与这件事情，因为很有可能是陷阱。当主角进入屋内想要交换那个燃料的时候呢，发现他已经尸变了，而且还咬死他的儿子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生病的时候要乖乖吃药啊。拿走了燃料之后呢，主角就回到了安全屋，成功的打开了电源。到底接下来主角要怎么逃出这个鬼地方呢？欢迎回来 ，Zombie 僵尸 ，What's up？ 是，你好，我是老吴。我们继续这款游戏 ，Passex。我们要去那个教堂那边救之前的那个啊，说我们去那个肥宅的屋子那边的时候，不是有人打电话来向我们求婚吗？不是啦，是打来向我们求婚。所以呢我们呢就要去救他了。可是这个准备者又叫我不要去了，这准备者什么都不要的，我不知道他做什么惨的、这里哦，到了，我们到了。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件事，如果你没说好，那至少确保你能安全带着一些补给回来。他不要给我去的，只是说我要去的话就希望我能拿一些奶粉回来给他、如果是个陷阱的话，不是也丢失什么轻装上阵，这个叫什么？哇，什么事？呀！我死了！别过来！快点哦！哦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游戏每次一紧张的时候门一定锁的。哎呦，气死人了！那前面有声哦，你看一下地图，这前面有一只哦，可是我不能上去，推去哪里？这个东西推了干嘛？管它，随便它。推了挡住这个洞是什么？哦，再上去这里啦。这里有一个枝哎，你看地图，看不到上去才出来的。我知道了。这个游戏，哎呦，这个游戏吓死人！吓死人，你知道吗？开这个门。哇！是这几只吗？看一下东西了吗？没有东西。有一个巧克力在那边。有一个巧克力在那边，你们自己留着吃了，关起来，钉住门了，把门钉起来。我没有拿木板嘞，惨了，需要木板，惨了，这几只冲出来我就死定了，这几只冲出来就是我收工的时候了。这里有一只声音，哦，破了瓶子了，什么事情？声音太尖了，声音这样尖是怎么一回事？什么东西在前面？大只的吗？我没有看到东西耶，地图。哇！一只而已是吗？一只而已，这样大阵仗啊？有啦，前面有几只是？惨了，我的电线被干扰了。这哪里有僵尸啊？哦，这个东西干扰我。我找你招呼！
个地方是对的吗？什么地方来的？什么地方来的？哇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我们躲直了这里。又爬上来了吗？哇！收工了嘞！哎呦！我掉下去我就死定了，掉下去我一定死定。全部他们掉下去，惨了！我也要下去啊！你不是吧？没有路了吗？有啦有啦，这里幸好哦，幸好哦，又掉下去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哇！喂，你们可以下去了，你们。这里没有路了，往这里，砰，挡住。进来，这什么死人教堂来的？这么远，这里有一个洞，这里又可以跑出去，这里又黑黑，走黑黑的啦，不用怕的啦，你们，没什么事情会发生的。有一个烟的，发烟的，你看，这一直躺在这里，哎，有一个东西在这里。急救包，赶快解决掉它先。看，不能死哦！哟，不能死的！哇，游泳啊他，还游泳啊！等下碰我一力，我就掉下去，我就死定了。掉下去就很好玩了。这个游戏，我走过去那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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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哦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快走快走快走快，垫下来垫下来垫下来，没事情没事情没事情，走这里过去走这里过去，不要掉下去，别掉下去，走走走，然后这里呢 ？OK， 这里可以走，然后这里呢？哦，这里有一个板，这里有一个板，你们不要吵先，你们不要吵先，我爬上去，上去啊 ，What？ 哦哦。哦，什么声？有 boss 吗？怎么这样子的声音、啊？我头很晕哦！哇，什么声音？还有谁？哇！哇！为什么要打我 ？Team 是谁来的 ？Team，Two 这个人是啊 ，Two 的声音。哦，他竟然把我关在笼子里面了。兄弟，什么意思？新的国王，哇，这么亮！现在弄一点在那边很简单。哇！做什么？他要我？他要把我当做游戏呀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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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！什么事情？这可以钉起来吗？不能钉，我不能钉。这什么？有这个气，他们好像看戏啊，在这里，这么有山的都没有人，不能看地图，不能做什么，武器也没有，武器也没有，前面有一个东西，他叫我拿吗？这个东西可以拿起来吗？不行，有子弹，拿子弹呢？没有枪啊，子弹做什么？前景有啊，有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游戏开始啊！游戏开始啊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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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哇！为什么降慢了？降慢爆了！降慢爆了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从这里进去，从这里进去！然后过来先，等下过来先。哇！爆！快点，降慢了吗？疼了，疼了。为什么这次就加这么快了？我没有用那个炸不死他了喽，用枪射不死他喽。走过来，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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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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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路了。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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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路了，没有路了。耶耶，别纠缠我啦！我现在没有路了，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桶了。这是什么时候？他不能死了吧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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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是是是。
给你介绍新式的感染者，这塞了新式感染者，我这个爆炸了 ，yes， 这塞呀，有子弹吗你？传我子弹哪里够？哎呦哦，我要跟他们聚集在一起才射哦，哇！进来，射来一下子先 ，OK， 后面的来，关起来，呜呜，哎呦，糟了，现在不行了，呜呜，跟他们脸撞脸，这招就是传说中的脸撞脸哦 ，level up 哦，直接升等哦，惨了，这次我子弹不够，这样子玩。果然找了没有子弹的吗？没子弹怎么办？没子弹怎么办？啊！妈妈，我不敢的，妈妈。没有子弹怎么办？没有送子弹来的吗？啊？推而已吗？可以有一种可能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推死他了吧？你不要做人这样悲观啦、啊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推死他了。Yes。Yes， 可以，贴在前。OK， 我为你打开这道门，让你离开。什么门？这个门啊？学解锁器。什么门？一架正宗的巴士，三载货，上面还有几个子弹呢？在哪里？要帮我打开哪一个门？里面吗？哦，这里后面，在跟我玩游戏哦，这个时间，你以为我让你离开吗？不是上面有子弹吗？讲，来，又来了，讲，那也来，这什么来的？捡起，地雷，地雷，上来打，不是有子弹吗？上面吗？一放出来，哦，这给按，惨了，又走过来了吗？快点，为什么我拿不到地雷的？为什么按来按去没有的用了？我连补命那些都不能用吗？哦，可以，我用滚动滑鼠，这个时候他不要给我蹲下来用背包，我只给滚动滑鼠而已。引他们全部过来这里先，来，应该是全部来。快点！这个时候一定要。哦，降慢吗？哦，这个用枪好了，这个没有弹壳，快点，滚动滑鼠，你不要摇头了，你，我摇头不是你摇头，是你捏。OK。来了，又叫谁来了？有个按钮在旁边。这里是做什么的？关灯吗？哇！惨了，一个煤气的而已吗？加塞一个煤气跟这些全部在一起，我要走过去了后面，我要走过去了后面，哇！我死定了，我，快点！我死定了，我，不行，有一点远，他们有一点远，跑去按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、啊？按了没有？哦，直接进去啊！按这个！哦，关起来！快点！然后呢？关起来这怎么办？激活又打开的意思啊！那金盔呀，妈妈的吉娃娃，耶！我以为按那个是开里面的门，但你知道按那个，你的老师排队叫我上课哦，全部，哇 ，yes， 真的，哦，这里面一个背包啦，关键线，拿到背包了，
Yes. Can you read me? Over. I don't know how the hell you got out of there alive, but I can't help you stay that way. There's a shitload of gear past that door. 看你的出口是来了吗？我靠，你别死！但你的出口是你来的地方。 要塞了他们全部在外面，所以说我一开门就要冲过去这里呀、啊，这门不能开的吗？打开，哦，这可以，来，这有什么东西？我给我一大堆，哦，这有枪哦，这样大把在这里没有看到哦，我幸好哦，用这把枪走出去啦，等什么呢？四号，用这把枪出去了，扫射了。 从这里射就好了，为什么我要出去呢？笨的吗你？看到吗？这样，我拿这么多子弹射一个煤气就清光他们了，看到吗？这个真的 professional，professional， 看到他们的血吗？还冒着烟呢，热腾腾的。我来的地方啊，讲，对对。 哦，这里开了，我拿到了那个解锁器了，又走回来下面的，我没有保存了，到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呢？哦，看到吗？就是一粒黑 shot 的头不就好了？看到吗？黑到这样子，完全看不到。哇哇，大胆，向我的 shot 低头，孩子。啊、我要去找回信哦，我要去回之前的那些地方，又要找回信哦。这个是算支线任务来不是吗 ？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. OK， 我们现在来拿最后的一封信了，要全部信都拿完了，然后是同样就是走回之前的地方，然后而且它地图是没有标记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信，我就一个一个这样子找哦。 可是 YouTube 有了，我没有放出来给你们看呢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说这个七封信去哪里找的话，我就放连接在这个影片的下面呢。我拿到一个 Magnum 在这里哟，就可以封。拿完了，七封信，哇，拿回给带给骑士医生。 骑士医生是骑士，是哪一个骑士医生呢？哦，我们会回来这里的，把他交给他那个戚风信，给信，给他一些情书，拿去吧。情书，天哪，7D的信，换灵药的代码，这样可以做出解药了吗？呜，我终于可以研究一定不日完成，不月完成是不日完成，随便，非常感谢你。 感谢我哈，你出来了，给我一枪，给你射爆你的头了，什么都不要做。那几只还在里面呢？看那只蜗牛就来了，那只蜗牛，我这是比较帅一点的喽，韩国来的喽，有去韩国一趟的喽，这些僵尸。事情已经拿完了，他叫我回去安全无休息，回去跟那准备者又聊天呢，是什么？跟他谈情说爱吗？ 然后，你来，我担心你，你看到没有？取回万灵药，我以为好像有那个万灵药，快完成了，有个坏消息，那个是什么？不是解药，啊？疫苗？他赶过来，在王家入口处，我有通行证。哦，可以看到他了吗？我终于可以看到他的脸了吗？这个准备者。 准备者可以看到他脸了吗？好像有残了，他好像要死了。医生，这就是你回去的原因。瞒着我该死的和就在合作，你有种！我先不要相信了，他们是一场灾难，浩哥。 根本没有解药，没有万灵药。这是什么？太让我失望。每次都这样。我不是啦，刚才是那个医生啊，那个医生打来说他做好了那个药，然后去我们现在去跟他见面，不是那个。
准备者啦，准备者发现了我跟他通话，所以说他又讲他又不要相信什么了，哎呦，他又要跟我分手了，男男女女，女女男男这样子的故事情节，就告诉我们不要和僵尸结婚。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我又回来这里了。那医生在哪里？挡住了这个门，这门可以开吗？什么？安全检查？扫描？需要安全检查是什么鬼 ？What? You talk shit? 这里。电梯，坐电梯上去哦。Warning， 这已经没有得什么，没有得回头了。这里是最终的那个任务了，这样说，这里要结束了。What？ 哦哦哦哦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！